请各位观众最热烈的掌声，我们感谢他们的表演。舞蹈会长宋伟毅会长，荣誉会长肖如凯会长，荣誉会长肖正文会长，泰安村长肖义忠村长。这些多元化的铺面设计，让小朋友的游戏更加的安全哈。那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家长。今天来拨冗来参加我们这个启用典礼，谢谢各位，谢谢。来来来，还有一群小朋友，来，一起来。有规范在112年就要把所有的游戏设施能够要安全化哈，要经过检验。那县政府在108年就自己有编列了8000万的一个预算，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加强哈。那我们的曹新校长更用心哦，啊，争取我们因为刚好当时教育部有一个示范的一个这个计划，那争取了。总共有120几所学校在争取，那只录取了其中的12所，我们曹新国小就是其中的1所。那校长他们非常用心的来做，跟孩子们讨论，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规划思考。最主要游戏设施啊，让孩子们在透过这样的一个游戏，能够呢，第一个放松，第二个也能够透过这样的游戏更有自信哦。那而且呢，他这个地方选择的很好，也可以开放跟地方来做互动哦。那我想这个是第一座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共融式大家一起参与的一个这个游戏设施，后续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游具也会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个整理。那也要特别谢谢教育部在这一波里面也拨了1亿6000万，让我们啊把所有的214所的学校能够透过这一波的一个这个经费把它完善，让孩子们更能够快乐学习，快乐成长。哇，说谢谢县长，谢谢县长。有永远保持感恩。对，谢谢县长啊。您觉得懂得感恩、尽知福报的人，来合抱，合抱一下，来一起。很好。啊，谢谢。没关系，太可爱了。挂在嘴巴上，好不好？加油，好耶！好，2021相约在曹新，携手向前进。我们感谢县长妈咪，感谢所有的贵宾，所有的校长，所有家长莅临，感谢所有的媒体面。来，哦，别来，那当天去的，好来。好，大家一起赞，感谢县长。